大家好，是不是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刚刚那种状况呢？为此，我们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有效控制车门开启速度及开启角度的装置，而这个便是我们结合了乐高元件，再加上我们的巧思，所制作出来的一个迷你版车门模型。再看看它的作动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它的内部结构。在这个地方，便是我们用来模拟车门开启的部分。而旁边的微电脑，则是藏在车体内侧，负责计算或给予马达、转角等工作。而后面的结构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伺服马达和一个与之同轴连接的极限轮轴，而我们便是透过这样的机构来控制车门的转角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整个的作动过程吧。当使用者按下藏在把手内侧的开关时，微电脑便会开始运作，并让超音波感测器量测车门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，并把这段距离回传给电脑，使电脑进行运算，再把运算的结果转化成一个转角，让极限轮轴可以转动，并可以使使用者把车门带至电脑所允许的极限位置。以上就是我们这组的口述报告。